将它递在笔记本上，用手就能抠出一个洞，把它递在手机上，很快你就像拥有一个新的手机。倒在易拉罐上，罐子就变得嘎嘣脆，但是当你把它拿在手里，它却软得像水一样，并且不会对手造成伤害。这种神奇的液体，它就是金属架。固体时它带有微微的蓝光，在 29.8 摄氏度时它就会溶解变为银白色液体，这时它就可以与其他金属形成合金，破坏金属原本的结构，达到溶解的效果。其实啊，这种破坏并不是我们理解上的腐蚀，而是其他金属溶解在金属架中，让金属原子间原本稳定的金属键转变成了松化的架和该金属的合金键，其物理性质发生改变，导致本来坚硬的金属变得像纸糊一样一碰就碎，这样就出现了视频中的效果。那么你想用架来破坏什么呢？